我祝愿你早日进入老范家这个门。谢谢妹夫，好，谢谢。哎，那我去叫爸去啊。哎，好，好，爸呀。叔叔好。你好。哎，小伙子，跳钢子是吧？对，是我，是我。身体不错。看见了没？我爸的身体也很棒啊。但是我觉得叔叔，您这个身体不是棒，是胖。您得注意减肥，不能太胖了。太胖了呢，容易高血压，胆固醇也很高，而且呢还容易得糖尿病。我是工兵，我目测了一下，您的腰围应该有4尺多。那个什么，这个我们家这个大饼的母亲，对，就是爱做饭，吃的好，哎，爱做好吃的。我们家伙食好，我这早上起来就炖鱼，中午炖鸡，晚上炖肉。其实这都是您的借口，主要还是您馋。得管住嘴，如果实在管不住嘴的话，您就加强锻炼。不是，我也锻炼，对，我也想着长跑啊，晨练。我就是工作忙，没时间。太忙了，太忙。其实那也是借口，主要是您懒。您看，您又馋又懒，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顺风，这也不会说句话呀。哎，这就碰着我脾气好的，这换个脾气不好的，那肯定让他整的怒发冲冠的。冲冠，叔叔您冲不了冠，因为您也没有头发。那个赵刚子是吧？完，你这事儿我知道了。啊，知道完了，等我抽空，我们家里人，我们开个会碰一下。哎，完你回去听个信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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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叔叔。叔叔慢走。哎呀，妹夫，谢谢，成了，成了，他已经让我回去等消息了。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你听不出来啊？你和大米粒的事黄了。黄了？你把爸惹烦了。赖我刚才说话太委婉了，不够直筒。你还不够直筒啊？你不能往腰眼上捅啊。他有腰吗？啊，腰眼搁哪儿呢？赵刚子啊，你如果这么聊天的话，你就回去等消息吧。黄了，另找一个。黄了。嗯，我们今生今世不能在一起。爸爸，你谁呀？爸爸，我是你女儿妞妞啊。你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坚持住，你要坚持。讨厌不讨厌啊？我停个车关他什么事儿？让我上车顶上，谁不敢亮啊？谁怕谁呀？哎呀，哎呀，行了。哎呀，这包还真找着了。你说讨厌不讨厌？这小黄就是我们小区最讨厌的人啊。不是，我说真的，我跟你说，男士啊，千万别找他，找了他我告诉你，矫情死你。你说谁矫情呢？我说小黄呢。小黄，哎，你跑我车顶上干什么去了？不是你邀请我上来的吗？不是，你站这么高你不害怕呀？你赶紧下来。你刚才不是觉得我个子矮了吗？现在我高了，仰视我吧。不是小黄，我跟你开玩笑呢。刚才你别在我车上晾衣服。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你的车吗？啊，再说了，你车停这儿我往哪晾？要不你当衣杆子给我晾啊。行行行，哎呦，你别摔着，你这多危险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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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慢点啊，把衣服递给我，我拿着，我给你晾。哟，钱顺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啥呢？咋了？你不就想把我骗下去吗？都是本地狐狸，给我俩装雕呢。跟你商量事儿呗。啥事儿？等会儿呢，我有个朋友过来找我补课，那个能借你地方用一下吗？补课呀？啊，小学、中学、高中啊？成年人。成年雄性啊。哎呀，女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哎，对了，咋不在你家补呢？我家人多闹挺啊。对，俺家清静，就我老哥一个。那行，我现在就给他发个定位，让他上你家来啊。那个小米粒，你看啊，趁第三者没来，咱俩聊会儿呗。行啊，聊呗。哎，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啊，抓紧啊！哎、预备，开始聊啊！
聊啊，聊啊。你这是聊天吗？这不聊斋吗？行，那你想聊啥？你起头吧。聊星座吧。你啥星座呀？我属龙。我属虎。龙虎斗啊。我说的是星座，不是属相。啊，星座是吧？啊啊，我天上火。我大海水。我这天聊的稀碎呀，哪也不挨哪呀。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你去。你不同意我也去。哎，你信不信？你要敢去，我回来不认识你。大姐夫，看看呀。看啥呀？你让他去。大胡子。你就帮帮我呗，我帮你啥呀？帮你啊！上回的事儿，我承认错误不行吗？我错了，你错没错？错了。你说你这玩意儿，你心灵得美，你明白吗？对，以后不能这样啊！那行，大姑我帮你。这个你不能去，是吧？人家小米那都说不让你去，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啥意思啊？啥意思？你还不知道吗？就是说你在帅哥里面你不算数，明白吗？你在磕碜那里面还是有一号的。对吧？大姑父。你的这种鼓励我真接受不了。没事，换一种鼓励方法啊，就说你呀，你长得有特点，明白吗？你辨识度高。那你不觉得我很孤独吗？你这孩子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呢？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呢？万一你给卡着坏了，你爷咋整？你爷靠谁？靠我爸呗。你爸也那么大岁数，你爸靠谁呀？靠我爷呗。这俩人干靠是吧？就靠不了你是不是？你妈怎么的？我不信。怎么不信呢？你怎么会这样敬礼呢？我们都这么敬啊，多标准啊！这多标准呢、啊！来，小鱼来一个，都有了，立正，敬礼。多标准！哎呦，我的妈呀！街坊邻居们，这太像达人了。是吗？那行啊，我明白了。不是小鱼、嗯、我真以为你要打我呢、嗯、我才给你这个电报、啊、完全是一场误会、哎呦我嗯、你说你也是、嗯、我就停个车嘛你就你通知大姐夫告诉我不完了吗你老盯着干什么玩意儿站那啥也不干呢你啊不是二姐夫赵经理、啊、我不盯着能行吗怎么的了、啊、那车一共四扇车窗户啊它三扇没关呢电脑包就在里面我不看着能行吗丢了咋整哎呀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小鱼啊现在也没关吗？这敞着呢。你干啥来了？你不给我看着呀？没事，队长看着呢。顺风啊，人家可全是为了你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好好谢人家吧。是我正式的向你道歉。你说你呀、啊，我习惯了呀。你快走吧你呀、啊！你交给你管了。哎呦，我去关车门去。我说小鱼啊，小鱼啊，哎呀，没事吧？有事儿啊？不是，张经理，哎，商量一下，咱那个敬礼动作能不能改一改？要改改敬礼动作是吧？对。你那意思怎么改呢？敬礼。不是，哟，我咋了？大姐夫，哎，谁在物业门口又种了棵树啊？我给你按一下就好了，按下来。哎呀，不给他按呐，谁脑袋插泥里都疼。干啥呢？这是。哎呦我！咋的了？我现在头疼。啊，没事，没事吧？嗯。往后讲讲吧。后来呢？讲完了。没有。后来。再后来，对，后来。后来我讲到哪儿了？啊，那个讲到吐一条泥鳅鱼。对，当时啊，我吐一条泥鳅，我说我吐什么泥鳅鱼呢？贝贝、啊，你别说话。好好，我听当事人讲呢。后来，都是这毒烟他。笨笨，你看你，就你瞎插话吧，他都忘了，你讲吧。不。讲啊！不让我说话吗？现在可以说了，你讲来，你讲。后来，小点声，那我讲了。讲你就讲，我就认那段儿。当时情况万般险恶啊，后面就该上岸了。我啊对，后面那个小脸就一手拉一个就上岸了。小脸，我听明白了，你真的好伟大，你真的好帅。哎，小脸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特别有，太棒了。小脸，哎，不对呀，
笨笨，于香脸一下水就人，你衣服咋湿的？对呀、啊，我下去就得人，你衣服咋湿了呢？来吧，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是这样啊，我背小脸回来的，小脸全身湿了，我这不全身不也湿了吗？合理不？合理。不合理，你背的你后背应该是，你前面咋湿的？来，请继续合理。啊，那个是这样啊，哎呀。我这个背小脸啊，就是太累了，就是背着回来，我就发现呢，这好像是背不动了，然后我就先换个面吧，就给抱回来了。合理呀、啊？不合理？你俩今天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的。田经理，是有啥事骗我？田经理，哎呀，我姐，哎呀，客气，哎呀，对，太感谢你了，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应该的。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啊！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儿子，快点，谢谢田叔叔，谢谢田叔叔，谢谢小脸叔叔。哎呀，看着，谢谢我了。等会儿，孩子，我问问你，到底谁救的你啊？是这样的，哎，咪咪，你看这儿看特清楚，你看。当时啊，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就他们救的，你看多清楚啊，这视频。儿子，你看看，于小脸啊，你看，这个孩子拍背的是笨笨吧？对呀、啊。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对呀、啊。但是，我不仅吐泥，我还吐鱼了。小脸叔叔，你吐的鱼我都给你养起来了。小脸，怎么回事？你不说你救的人吗？你给我个解释，你也合理一下。这个视频的我当他孩子说呀，还完我说呀，说呀，我错了，我错的事就今天有朋友无人骗你。哎呀，这么说吧，那个是我们田经理救的孩子，不仅救了孩子，还把我给救上岸了。于小脸，万万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不是，咪咪，你误会他了。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就是小脸，他不会游泳，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孩子。他的这份举动，这个精神，不值得大家感谢吗？小脸，对不起啊，我刚才误会你了。我新买的一双鞋好不好看？啊？等会儿，你把腿抬起来，我再看看。哎呀妈呀，姑娘，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人钓鱼用杆了，你钓鱼用腿呀、啊、啥意思啊？哎呀妈，这鱼咋的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这是啊？哎呀爸，能不能别那么老土，这叫时尚。再说了，这换季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先买上厚点的暖和吧，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没有鞋穿你找你爸呀，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请看。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手工打造，价格低廉，不要888，不要688，不要488，今天只要280。爸，你太忽悠我买你的鞋呀、啊！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钱买了搁那搁着呢，我又穿不了。你怎么穿不了？我啊，爸，你看清楚了，我啊，你这颜值啊，这气质，青春美少女，我搭一老头鞋，这能好看吗？姑娘，你太不时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你穿上试试，保证好看。我不穿难看死。不是你。确定吗？确定，特别确定，不能再确定了。好，有你的加入，这事成了。哎呀，小朋友们好啊，好好训练啊！你们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你们是中国足球的希望，一定不要放弃，坚持您的梦想啊！这就不给了，这我还有用吗？小鹿，
别动。我迷糊。你看你脑袋跟个球似的，你转第一圈时我就想给你接住了。还好没接住，要接住不该一个大脚给我开出去了。那是吗？那是吗？张哥你好，好久不见了。是的，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咋瘦了呢？别提了，这不前两天有点上火事儿。哎，我怎么听到这后面好像有鸡叫啊？不知。啊，哎呀，哎呀，哎呀，赵刚子，这阿姨您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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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头有鸡，啊，没有，那怎么我听到鸡叫了？啊，那是这样，那个我在那个仓库里边，我练嗓子呢，练嗓子？啊，我就练那种发声，咯咯咯，哪有这样练嗓子的呀？我们社区文艺汇演，这个刚子要上台演唱一首那个歌颂鸡的歌，你给你家阿姨唱一遍。哎哎，清早起来公鸡叫，咯咯咯！阿姨给你鼓掌了，行了，回去练去了。行，阿姨你坐着啊。好的好的，去了啊。哎好。你也练母鸡叫啊？啊，母鸡我们也练。清早起来母鸡叫，咯咯咯咯咯。行了，回去练吧。阿姨，那您跟我爸谈着啊。好的好的，哎哎哎。嘿嘿嘿嘿，哎，挺有意思。说真的，我也挺喜欢鸡的。是啊，真的。你看这个鸡啊，其实它的天性是非常有灵性的。对对对对，金鸡独立，金鸡报晓，吉祥如意，大吉大利。是是是是，鸡飞狗跳，鸡犬不宁，鸡头换脸。怎么到你这儿全是坏词啊？我这不处心积虑，我处成你们俩的事儿吗？我看你是处心积虑搅和我们俩。你看是不是？那你们聊着那个，我看看刚才我教他唱唱那鸡歌去。我，您聊啊，亲戚啊，您别怪我亲戚啊，他为我好。前些日子我处了一个，后来分手了。为什么呀？他就因为我养鸡啊，他嫌那鸡粪味儿。哎呀。我说那位大姐，她也太不知足了吧？这个鸡粪臭，可是她的鸡蛋还是挺香的，是吗？对呀，你看，要都你这么想不就好了吗？你说咱们都是农村长大的，谁家不养几只鸡呀？就是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儿歌呢。哦，哪首儿歌？小鸡小鸡捉虫吃米，那田地里边玩游戏，相亲相爱在一起。什么？相亲相爱在一起？我没听清楚。相亲相，讨厌。搞公益活动来了，正好拍这个公益小视频，你看多好。马导你好，我决定正式加入你的团队。不是，你确定吗？确定，特别确定，不能再确定了。好，有你的加入，这事成了。哎呀，小朋友们好啊，好好训练啊！你们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你们是中国足球的希望，一定不要放弃，坚持你们的梦想啊！这就不给了，这我还有用呢。张璐，别动！我迷糊。啊！你看你脑袋跟个球似的，你转第一圈时，我就想给你接住了。还好没接住。要接住，不该一个大脚给我开出去了。那不能，那不能。张璐你好，好久不见了。是的，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咋瘦了呢？别提了，这不前两天有点上火事儿吗？啊！哎哎，撒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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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啊！呀，小倩儿啊，怎么还能叫小倩儿呢？那我管你叫啥呀？这派头子看不出来吗？这派头子，现在是导，导啊，导游，
算呢？我是导购，不是，我是导演。王导，王导，你好，王导 啊，你找我来啥事儿啊？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我呀，想拍一个公益小视频，讲述的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走进社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励志故事。好事儿，好事儿，这事儿我参与。那你别，但是你别掺着我。啊，这事儿我也参与。确定啊？确定，确定。那你们俩看看剧本吧。好，看那边，看看剧本，那边看看剧本去。张璐。啊，你好帅。秘密，你也很漂壳。啊，是亮写分家了。哦，是亮你写黑了。再来啊。秘密，你也很漂亮。张璐，我喜欢你啊。秘密，我也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你。这是啥故事啊？这也不是励志小视频啊，这不爱情片吗？不是，你听我说呀，前边一部分呢是爱情片，后边呢就全是公益了 啊。不是，王导，你这个词儿写的也太肉麻了，人家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说啊。那秘密，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呢，我就找小米粒去了啊。好意思，特别好意思。张璐，要不这样，咱俩先试一下，行吧？那就试试。太好了，来吧，你们俩来试试戏啊！嗯嗯，听我口令啊！嗯，头一段开始啊，三、二、一，开始，开始巡逻。街坊邻居们，不要太想我。好，我现在已经下班了，但是我的心里面装的全都是你们小脸儿，在这给你们敬礼了。李碧，你们收到了吗？收到啥？我都没开，我都。好好休息啊。哟，秘密。秘密，天哪！你这一个人在这干啥呢？哎哎哎哎，小脸儿，不是一个，这还有俩呢。你俩什么时候来的？我天哪！啊啊，看着了，仨人啊！秘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钱世峰的家吗？张总，你起来！哎呀。张总，哎呦，张总，您到我们家来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哎呦，哎哎，杨总，这就是你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张总啊！哎呦，张总，哎呀，哎张，哎，干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张总，这可以。不是，你看见张总没有？看看张总这形象，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人种子，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啊！是，起来。哎呀，张总啊，到我家来你不用亲自来呀、啊，哎呀，你派个人来就行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做事向来是独来独往，哎呀，亲自干。您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打住吧，别说了，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啊。哦，对了，你们小区有没有一个叫王小倩的？有啊，二姑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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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杨总，杨总，我想好了，今后跟你好好干啊，从头做起。他就是王小倩。王小倩儿，真的是你啊？对啊。咋的，大哥呀？今天下午你在公司当门童，离岗了吧？就离了一小会儿。公司门口有个小女孩被电瓶车撞了，是你给送到医院的？啊。那个女孩是我女儿啊。你要讹我呀？
我是来感谢你的。起来，小伙子。啊，感谢我的。哇，吓死我了！多好的小伙子！你们也看看，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了。别说了，没完没了的拍马屁。挺好的孩子，跟着你们没学会别的，竟学会拍马屁了。以后跟着我干，走，走啊！嘿，嘿，你呀，没谁了。